手，微风轻摇一蓝天空，画圈圈。一群孩子们的脸庞挂着天真笑容，每个人专注地跟着老师唱唱跳跳。王雅慧将这里打造成充满音乐律动的游乐园，无论是家长或小孩纷纷爱上她的魅力。年少时期的王雅慧价值观曾一度扭曲，犯下让家人伤心的错误。幸运的是，他的父母亲用爱来包容和接纳，让他不至于偏离人生轨道。您好，我是金玉，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现在很多的少男少女非常注重外表，甚至有可能因为外表的关系而影响到内在的一些思想或是人生的价值观。今天来到真情部落格的这位来宾呢，因为他小时候的身材跟同侪是有一些落差的，结果呢导致他的价值观一度遭到了扭曲，实在是一段很辛苦的过程。我们欢迎雅慧。雅慧，来聊聊你的故事。其实你从小学音乐的，对不对？对，其实看起来气质也很好，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才对。是，对。那其实这段在我身上并没有成立。那我也是从小，从幼稚园中班，妈妈就是开始让我学钢琴，一直到很大这样子。可是为什么童年让你很不快乐？我的童年不快乐是因为我的身材。我记得我小幼稚园的时候量体重哦，那是我最痛苦的。你看哦，一个4岁的小孩、5岁的小孩，每次知道可能礼拜几要量体重，我可能就会没办法睡觉，因为我量体重的时候旁边都是小朋友，就会，你看就会，爸爸没有想办法帮你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比如说看一下体重门诊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都还没有这些，都没有，只是他们用原就是一个父母的心态，你不要再吃了。你不要再怎么样了，可是我能体会我妈妈的那种心情，所以现在回想我不会怪她了。可是那时候真的会因为她很多的话的伤害，亲戚暑假都来住我们家，然后晚上我妈妈带他们去吃宵夜啊，然后就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因为那时候家里的门是那种铁门，那种拉起来像网子那种，所以还记得她这样拉起来，我一个人就站在铁门的后面啊，然后就看着他们去吃宵夜的那种情况。我相信我妈妈是她的用意绝对不是要让我难堪或什么，她是希望我不要吃这样。你被禁止之后你心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很愤恨啊，很愤恨。然后我记得我最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有一本日记哦，每天都是写好像血泪史，就是我今天因为这个身材又发生什么事什么什么的，因为这个所以我功课也念不好，好像有那种负面的东西捆绑我，比如说我做什么老是做不好，对，结果搞得什么都不好，对，真的都不好了。对，其实不只是你说好内在誓言，其实外在有很多。你说小朋友不懂要在你的旁边看体重计，可是慢慢大一点，有一些比较坏的行为或是一些言语，其实有很实际的伤害到你，对不对？对。可是后来我就训练，不是训练自己，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做好朋友，让人家觉得我是很随和的，所以当他们在笑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国中真的胖到100公斤的时候，我大概每年胖10公斤啊，胖到后来制服没有买到最大，我妈妈没有办法，都在旁边接那个缝，接到最大。然后那时候国中是最胖嘛，就两个同学穿我的外套，刚好拉起来一人一边，然后在教室跑来跑去。那我就说我也是，其实我表面很开，就是跟他们一起笑这样子，但是心里面会觉得说，当然是完全相反的。就是那个时候好像训练到自己可以忍耐心里面的撕裂。考上高中之后有很努力想说我一定要减肥改变我的人生吗？国中生高中那2个月很努力的把它减下来，那个大概瘦了40吧。瘦了40啊？就是你看90多快100，瘦到50几，这样算应该是差不多。那你很努力耶。可是也因为从来没有减过肥啦，就是我第一次去跳那韵律操回来就3公斤了，对，就是就很容易，因为年纪也小，那个新陈代谢很好吧。变瘦之后的你，你觉得人生有比较亮丽一点吗？有哎，在这2个月当中，你是快速的到天堂去，就是那种价值观。其实我真的我的价值观在当那2个月其实被
扭曲了。那个时候你都在做些什么？你觉得被扭曲的原因还有改变是什么？就是以前完全被嘲笑嘛，对，可是现在我就是要让自己变得很好很漂亮，让自己在别人眼中看到我的骄傲。其实我那时候十几岁十八岁的时候，我自己有一句自己对自己说的话是，我要在男人眼中看到我的骄傲。因为以前都是取笑的人很多的都是什么男生。会不会很害怕复胖？会，非常。我只要吃完饭我就会照镜子看我胖了没。那时候我奶奶还在，我们现在都还会讲，我妈都还会讲，就是拿出来当那个笑话。就是我以前只要出门哦，穿衣服就会问我奶奶说，阿妈，你看我穿这样也不一呗。我可以哦，要出去问她大概快很多次，问到我阿妈每次看到我要出门她很怕就去躲起来。比如说吃完饭我就问我阿妈说，阿妈，我刚好变肥。后来是到了初恋的失败，才让你的人生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不对？他就是跟你讲说你太胖了，对，其实也没有胖，这样吗？其实也没有胖，就是大概你现在看到我这个样子吧。可是有时候男生要分手都会就讲一些借口吧，对。可是他讲的就是你的罩门，对，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其实分手的过程那些不是重点，是最后面这一句话。我只记得这一句话，所以我真的就为了这一句话一直放在心里面。我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变瘦，而且我那时候常常告诉我自己说，为了减肥我可以不惜牺牲生命，不择手段。可是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你怎么会想到要用吸毒来减肥啊？对，我其实也没有想到，然后只是一个巧合，有认识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在吸毒，对，然后他跟我说这个会变瘦。吸毒有效？有效啊，而且像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肉肉的，所以吸了毒没有像人家那种枯干，反而是变成正常的样子这样子。王雅慧为了瘦身而陷入毒品风暴，后来终究被判有期徒刑，这让他难以接受结果而选择躲藏。通缉期间，王雅慧及家人饱受惊吓之苦，也造成他日后难以挥去的阴影。回家的时候，我爸就我在按门铃的时候，然后他会跟我讲，你先去外面溜达溜达，你现在不要进来，对，你就去外面晃，就是好像有人在我们家看这样子，就是看我们家这样子。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是会常常收到通知说，要不要回家，或者说回到家之后我必须要就是说左右看看，看有没有人在跟我，或者是说我自己先在外面晃一大圈之后然后再回家这样子。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他在教课的时候我走进来，他说他全身发抖，他的腿在发抖。那其实我并不知道啊，他是事后跟我讲的。哦，我就慢慢明白说，哦，原来他确实有一些的恐惧害怕在他的里面，其实是没有处理的。所以当他看到一些人可能跟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触碰的时候，他其实是里面是还是很紧张很害怕的。别人说的话可能没有什么意思，可是他听起来他就是会觉得很紧张，觉得说啊，我自己是不是做不好，然后或者是不是就是做不对什么事情，所以他在人际关系上面是比较畏畏缩缩的。比如说像我们赞美他，他会觉得说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他对他自己的就是自我形象上面会比较弱，然后比较不是那么的正面的肯定鼓励自己。为了维持身材而染上了毒瘾的雅慧，其实到后来呢，没想到的是还没有结婚竟然是怀上了孩子。而且生孩子的过程当中没有人知道。怎么会这样？没有婚姻你为什么会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成为一个未婚妈妈？就是后来为什么决定生这个小孩，是因为我跟我的外婆很亲，非常好。那天就是我记得我接到她的电话，跟她聊完天之后，她去运动就脑溢血就走了。我会想说啊，我还没有给我外婆当阿祖，
我也还没有工作赚钱，对，然后我就那种来不及投射到我爸妈身上，我很怕那种来不及一样的状况在我妈妈身上，所以我很怕那个来不及那种状况。那刚好认识了这个男的，其实他也是蛮条件不错啦，外在条件都很好，然后刚好有小孩的时候，就是在我外婆去世的其实差不多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想说好惊奇的是，你怎么会怀了孕家人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以为我又胖回像以前呢、啊、以前那个90几公斤哦，所以你一胖起来他们也不敢问这样子，对，他们只是很生气说你看你又跟以前一样了啊。生的时候呢？生的时候是我的朋友陪我去啊，然后当然是后来他们知道之后，就是我还记得我妈妈站在那个病房门口这样看啊，然后跑进来说小慧你在这边干嘛，那我就很镇定说我生了一个小孩，可是你知道吗，我生这个小孩我妈妈跟我爸爸他们没有问任何一个字，就说这小孩的爸爸是谁，而且我女儿很妙哦，你看刚出生几个小时，哎，三，他们所有来看的亲戚呀、啊，只要一抱到他哦，他的嘴就是笑成那个，只要你把他抱起来就是这样笑，从头到尾都没有那样哇哭哦，都没有。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家族没有人问我，哎，他们也没有责骂我，他们就是。就小孩带回来就养，可是后来你因为吸毒吸太多了就被警察通缉嘛，对不 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先警察来抓到家里，比如说事情大的到家里来抓，那其实后来做笔录的时候啊，女儿也去啊，她就站在旁边就这样一直盯着这个叔叔要看要跟我妈妈讲什么，然后那个侦查员就说你看你的小孩这样，我没有看过这么，那个侦查员讲，我没有看过这么小的小孩，他的意思说我抓过这么多，我没有看过这么小的小孩是护着妈。可是那段时候你到底要怎么办呢？因为你这样一直吸下去，你迟早要入监的嘛。对一个乖乖的学生来讲，他被判了10个月的那种心情是很晴天霹雳的。所以我没有那个胆去执行，而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吓到了，就是说怎么会弄成这样，他们也不知所措。所以那时候认识一个朋友，他的身份比较特殊，然后就保护我，对，然后跟我爸爸说你要在戏子就是租一个房子，可能需要像那种大社区里面的一间。你那段时间会不会很害怕？通缉的那种生活其实很，你会很害怕，可是你又要装作很坚强。比如说我朋友就教我说你出去你就要背你妹妹的身份证字号，你现在就是你妹妹，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填什么资料你就要填妹妹，然后跟我爸爸说你们要打到我，就是来找我的时候打电话不要马上，就是你可能要到公共电话打，就打来响两声挂掉我才能接，然后他们要从我们家来找我的时候要开车，反正就绕很大的路啊才来，就是变成家，我爸妈也变那种战战兢兢的。你这样躲了多久？4年啊。4年啊，而且这4年当中遇到白小燕命案，那时候最恐怖的是你到处去哪里都是警察，警察，然后像社区，我们那社区也有就是上百个警察来，可能管理员我们进来的时候他就问说哎，你哪一户哪一栋啊，我就想说是有什么事情吗？那比如说我可能要回到家，我们家那时候3楼嘛，我在要回到3楼，我还要这样看一下是不是有人埋伏，就是会很害怕。可是那精神压力你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所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把所有的电灯哦关暗，好像这个黑暗才能保护我，就抱着我的女儿睡觉，然后白天就是喝酒。天哪，这样不会在社区这样晃来晃去，然后。溜滑梯一个月也就烦了吧，可是也哪里都不能去啊。那你这4年想什么办法跟他玩？4年我就在家里，比如说可以做，像我陪他洗澡的时候啊，我就会去买那个小气球，把它装全部都是水球，有没有？把它全部放在浴缸里面，就是我会极尽疯狂的跟他玩，想各种的，讲各种的自己制作的玩具跟他玩。
你后来是为什么决定去自首？一直在照顾我的这个朋友，他就说你要我照顾你一辈子，保护你也可以，可是有一天你要万一我一个闪失没有照顾到你的时候，有可能是你去接你的小孩小学放学的时候你会被抓，因为他们的模式会去查你家人的工作哦，或者你小孩读哪里，他就去外面等。嗯哼嗯哼，那这些你希望你的小孩在门口接的，你接小孩的时候被抓吗？那我才有真的去思考说，不行，我一定要面对。我那时候还有买了一本那种，那时候好像有出那种什么完全自杀手册，还有一本是完全失踪手册，我还买那个完全失踪手册来看，就是希望把自己藏起来。其实我那时候有想过，哎，想过就是说，好，我就躲这20年过时效，对。可是真的那样躲下去，是改变的是我跟我女儿的命运，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自首前有没有很恐慌？非常，因为我觉得我是超级坚强的人，尤其在过去那种被人家取笑，我可以表面跟你笑，可是心在撕裂，我可以感觉到那种痛哦。所以在那时候那种坚强是虽然靠着酒啊烟，嗯 嗯，但是一到晚上，我才发现我其实是软弱的。电灯全部关暗的时候，我抱着我的小孩，我还睡不着，哎，我就问我自己说：“你不是最勇敢吗？”不是，就是会这样。那时候就眼泪哦，就滴在我的小孩身上，很像那个电视在演。可是啊，就是这样，好久都睡不着。原来我也会怕执行。然后有一天晚上，很奇妙的是，我就抱着他，然后一个意念吧。我现在回想是意念，我解释不出那个，就是我就跟着那个祷告，我就祷告，我说：“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里面，让我无所畏惧，无所恐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最记得的是，我讲的是阿门，是我们有信主的人才会讲。我不了解我为什么做这个祷告。我祷告完，我就抱着我的小孩睡着了，哎，而且一觉起来的时候是，好像我以前那些重担还是什么，我变好轻。然后我想说，嗯，好，那我第二天也再念念看好了。我那时候不知道那叫祷告，我说我也来念念看，好像念经耶，念念看。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到过了快一个月，我就想说，哇，那这样我跟耶稣的缘分近了，哦，那我来信耶稣好了。他上脚镣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大崩溃。在你看我还是正常，可是我在心里面，我觉得。我一个学校音乐的小孩怎么会弄到这一步，然后我都会想到说我的同学在外国深造，我今天竟然靠了手铐，靠了脚镣。勇于自首后，王雅慧在狱中接触到信仰，凭着信心和单纯的祷告，让她能以自在的心境服完刑期。出狱之后的王雅慧更是顺利融入社会环境，寻回失落的人生拼图。我觉得她真的是阿信，哎，阿信的性格就是，她跟我聊完之后，我觉得天哪，你怎么可以去面对？那后来雅慧老师也跟我传福音，我才知道说。你真的是认识了上帝，真的是改变你，然后你才有这样子的刚强，才有这样子的能力去面对这一切。在这个信仰当中对他帮助很大，把他的潜能都激发出来。对，那我爸爸妈妈也就是为，就是说以他为荣啊，他可以变成那么好的老师，就是家长学生都很爱他，也愿意就是把小孩很放心的交给他，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嗯，进到了牢里面以后，真的是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我想对你的生命来讲，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你必须要去面对，就不是减肥而已，而不是靠着好像吸毒可以很迅速的达成某一种社会上眼光的改变。嗯嗯，你是彻彻底底的要去改变你的人生，而且这不是你自首之前的几个祷告，或是拿了一本。哦，一个狱友送你的圣经，好像这一切就可以解决了吗？其实，在看守所那一个月吧，对我来讲是，
我觉得人生的那个地狱耶，比如说一个小小的房子要关好多个人，然后你上厕所都会被看到，然后那个木板跟木板当中是有须须，那个蟑螂的须须，然后你吃饭是用人家送进来是从那个小洞，嗯嗯，我每一次经历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心里面那个撕裂是，我会想到那个时间是我的同学啊，大家都出国深造，大家去念博士，去念硕士了，我在这里耶，我是一个阶下囚耶。我最记得我第一天晚上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啊，他就女生跑，就是也是同寝室的，他就跟我说：“我告诉你哦，我有精神病。”然后我就想我要退一下，这样精神病。然后我就很认真要听他讲什么。他说：“可是耶稣医治了我。”然后我就啊，其实我还在想他的精神病。后面他讲的，然后他就给我一本橘色的圣经。啊，因为在里面也没得看啊，就是好，那我就翻圣经。我觉得我好像潜在的有那种顺服的特质。好，我就是躺着，就是一条，就像念书一样，我也不懂它里面在讲什么，我就念。那个时候开始读的时候就，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比如说监狱里面很不自由，你要洗冷水，又要吃那种不 OK 的饭，然后最自由的是谁？杂役，杂役就是主管下来，就是像班级干部一样。那我也不会祷告啊，我是一边做手工，就跟神说：“主耶稣，我要做杂役。主耶稣，我要做杂役。”就好像什么，我现在回想那样的心情，很像一个小孩跟妈妈说：“妈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有一天晚上，那个设防啊，被这样哐哐哐。很大声哦，每一间都敲哦，就是叫里面的人起床，然后就报号码，有报号码的人你就要出来。然后我听啊，怎么会有我的号码？到底要干嘛？然后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带出去，然后就在小操场，就是大家排排站，然后东西都放在那边，真的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很像要去枪决吧，我不知道那种感受。然后就有杂役在帮你检查所有的东西，然后就上手铐。又上脚镣，手铐还好，因为我们从法院要到那个看守所，本来就要上手铐。可是他上脚镣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大崩溃了。在你看我还是正常，可是我在心里面，我觉得我一个学校音乐的小孩，怎么会弄到这一步？然后我都会想到说，我的同学在外国深造，我今天竟然靠了手铐，靠了脚镣，哇，那种不是说闪得像沙，应该是。我已经不知道我可以怎么过下去，然后在原来是就是要移监，然后坐在那个游览车上面的时候，我的呼吸是这样子上去下来，一直没有吐起来，吐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像比玻璃还要碎的东西。后来到那边之后，我很惊讶的是，一下去很像中正纪念堂，我就想，是要放我回家了吗？也没有。后来呢，因为在下去之后就有杂役来服侍我们，然后他叫我同学，其实在台北不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叫我同学，然后同学来你过来什么的，然后他们的主管叫老师，那是台中看守所，一个心电感应，我说主啊，你该不会带我来这里要给我做杂役吧？果然过没多久，几天之后，女所的所长找我，他就拿着我的那个资料，他就说第一句问我说，你为什么学音乐会变坏？好像怎么会问我这个？然后我说，就为了减肥。他说你妈妈一定很伤心，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啊。他问我，突然就问我一句，你想当杂役吗？我就吞了个口水。我想啊，可是台北那边已经有找过我了。那因为麻药是不行，他说在我们这边是可以。他说，可是你被抓好多次，你的资料我送上去看看。我的先生是教会师，然后我心里面。就想说，其实跟神有一点那种不可置信，说你要送我这个礼物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可是，这是不是神迹？我觉得是，尤其当我还不这么认识神的时候，只是因为我讲，然后过没几天，我就可以当杂役的公文下来，你知道吗？那个感觉很像我考上北一女，我觉得比考上北一女还开心，对。然后呢，主管就所长就跟我说，你当杂役了，我让你带接见。你要好好的表现这十个月，其实他是天主教徒，可是也他就这样跟我说，他说
这十个月哦，你知道为什么神判耶稣让你十个月吗？他要让你像妈妈从生小孩一样，神要在这十个月让你从监狱重新把你生出去。然后那个时候呢，台中发生一些那种金融弊案，很多类似就是大老板，老板级的大老板，男生女生都被抓进来关。那我最记得那个女老板，她是被禁见的。然后我每天也是这样发菜啊，有时候是轮到别人。有一天她就是从那个洞叫我，她说：“妹妹。”我说：“啊，什么事？”她说：“我有观察到你。”啊，我说：“怎么了？”她说：“我有感觉观察到你跟别人的脚步走路的步伐是不一样的，你总是用很轻快的走过去。”其实我不知道哎，然后我就跟她说：“对啊，因为我信耶稣。”虽然我在里面，可是我很开心。我因为我被心情被改变了，其实我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力量，我就是很单纯的告诉你。我又拿了一本橘色的圣经，就像那时候人家给我一样。那是我第一次穿。我只是这个动作啦，我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信主。可是你看，在十个月其实很，我竟然有力量可以再给这个人，所以好奇妙哈、哦！那段时间当杂役的时候，好像是你跟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然后在孕育什么你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别人刚好感觉到你的改变，然后像我们杂役里面也有人是基督徒，就几个杂役，第一次就是不是第一次为我祷告，就是说后来有人为我祷告，其实就是这些杂役。那我那时候心里面有一个疑问是啊，杂役。哎，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会做错事？我也不知道啦，只是那时候因为还不懂。可是真的，这些杂役他们也为我祷告，然后他们先出去了嘛，他们也写信进来鼓励我。耶稣是我的力量。一二三，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朵小。从受刑人转变成王牌音乐幼教老师，王雅慧一路走来体会各种滋味，因此面对在父母眼中感到头痛的孩子，她也能够用同理心看待，付出更多的爱与关怀来帮助他们成长。班上有一个过动儿，然后过动儿因为他常常上课会不专心，然后所以雅慧就是会在课后有时间，然后会再挪一个时间，那免费帮这个小朋友就是在做加强，这样子就是说课堂上面他比如说有遗漏的地方，或者是他比较不会的地方，然后他会再免费帮他加强这样。然后像有一些也不是只有针对过动，比如说在他班上有一些可能学习上面比较不是很 OK 的小朋友，他可能觉得这孩子需要加强的话，他就会跟家长在另外约时间，好，然后去再帮他做今天就是在做课程当中的一个补强。他就是会用鼓励正面的方式去引导小孩子，对，他说你很棒啊，你钢琴弹得很棒，然后或者说你表现得很好啊，他就用这种方式去赞美小孩，那小孩就很有自信，然后就会把他调皮那一面就盖过去，这样。我觉得雅慧老师这样子，他因为有他之前的那一面，所以他才能这么的有耐心，把那种调皮的学生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学生，他能把他带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雅慧老师他的经历。在牢里面常见的各种不自由的雅慧出来之后，我想要面对的就是真正的重新再活一次，而且是要活得是非对错很清楚了。可是在狱中，我想一般来讲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跟人互动的机会，所以你出来的第一份工作，听说上帝给你的就是一个要不断跟人沟通的工作。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跟人家社交，可是我有一个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想法，就想要去连锁的素食店打工。开始我没办法讲的，就是问他请问你要什么，我只能讲这样，请问你要什么。到后来可以就是那你要在什么，那你还可以跟客人说，我觉得你今天的衣服好漂亮哎，可以去跟客人有互动。那你看，神慢慢的让我用这样的自然的方式，有了社交的能力之后，其实我的心愿都很小。我以为我会在那边做一辈子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后面会是什么状况。所以你第二份工作是祷告来的？
对不对？对，就是我有一天要去接我的小孩的时候，然后我就站在马路口，然后有一辆娃娃车经过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娃娃车就像当初我看到那个杂役一样，当我可以当随车老师哎，我会带小孩哎，我说又跟主耶稣说，耶稣，我想当娃娃车老师，我想，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当，可是我想，就发挥那个祷告有没有？我要当娃娃车老师，我要当娃娃车老师。那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去啊，我有去教会，那时候我去上那个司琴法浸信会的司琴法，然后老师就说每次要一个人上去祷告。那次上课就是我做了这个祷告完的隔天去上课。然后那个人上课就是祷告的那个人刚好是园长，他说请大家为我祷告，我的随车老师都找不到。我那时候觉得怎么样，我坐在那边好像神从后面啪推我，还这样挺胸啊，就是随车老师。对，然后我下课就赶快跑去跟他说我可以试试看吗？可是我有带小孩的经验，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要需要什么资格，我是学音乐的，我是念音乐科系的。他说那你明天来，就我一去面试的时候，他马上才进门他就叫我王老师，你知道吗？那个王老师三个字对我来讲是我生命不一样的称呼。你跟女儿相处的那四年，那些跟小孩相处的技巧，对，都搬上来了，都搬上来了。对，在娃娃车上面其实会塞很多小孩。对。然后刚开始呢，我也会晕车，然后我想说，我都会晕车了，小孩更可怜。有时候那个很热，怎么办？我就发挥我怎么讲什么话术，他们会很开心；或我什么动作，他们会觉得我爱他很开心。然后我就把每个都当作我的小孩，然后讲故事，然后做。也不是玩游戏，就是做那个简单的，他们觉得很好笑的。因为我希望把它变成像一个龙猫公车，你知道，欢乐的公车，小朋友喜欢坐，喜欢王老师随车这样子。所以后来你慢慢发现你自己开始具备了一些资格，甚至可以真的从事你原先的音乐工作，成为一个奥弗的老师啊。就是有一天呢，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奥弗老师，奥弗老师就是你终点的嘛，你来我们学校教小朋友唱歌跳舞，还要敲乐器。然后我那时候一看到奥弗老师在教学的时候，我又噔，又好像看到那个娃娃车老师的那种样子，又看到那个杂役那种心情。我一边看小朋友在上课，一边跟神说：“主，我可以当奥弗老师，我要当奥弗老师。”所以每次上奥弗课的时候，我都在旁边，我要当奥弗老师。主耶稣，我要，对。然后神就开路了，开路很妙哦，就是我们平常看报纸，因为没有缺工作，不会去看分类广告。可是那天我就这样拿起来打开，密密麻麻都黑色一格一格的，可是就在我的正中间那格是发亮的，他写陈真奥弗音乐老师，很妙吧？那去的时候，其实那个工作其实他是陶土的公司想要拉一块做音乐，那你看哦。神在连锁事业操练我跟人家卖东西，在幼稚园的时候随车老师，你人家来介绍，人家来参观园所，你要做什么？介绍你的园所。所以在介绍园所的时候，我的能力又比在连锁事业好了。我怎么样让妈妈能够进我的园所，而且愿意来上？所以我要就很会介绍。所以我跟我的老板两个，我们抱着我们的教材去推广的时候，就拿出我面对妈妈的经验，一家一家一家去拜访，然后本来只有我一个老师，只有一堂课哦。到后来我一个礼拜要教16堂课，所以后来你发现上帝给你一些特殊的体会，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比如你特别了解一些，接受挫折很低的孩子，因为你小时候就是那种对躲在角落里面哭泣，别人都看不出来，但是你就是看得出来，对。对不对？你会怎么鼓励他们？比如小朋友第一次敲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我音乐切掉啊！”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我们是不是敲得很差？”那小朋友说：“对耶，我真的敲得很烂耶。”那我说：“那怎么办？”然后有小朋友就会说：“那我们再练一次看看。”我要激发他们说：“你遇到你练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不希望是我像家里的妈妈逼你，我要让你们自己。然后他有的小朋友说看老师示范，有的小朋友说看旁边的人。我说你们都做得很好，那我们再来做一个动作，你摸旁边的小朋友，摸他的头，看
看着他的眼睛很认真的说你进步了。那我就说刚刚有小朋友说看老师示范，那老师再示范一次给你看怎么敲。他们就很认真的很认真的看我敲完之后，那我说再敲一次，我就放音乐。我跟你讲真的敲的有进步了，而且第二次的音乐是我很感动的是我在他们当中感受到那种一股是我带着我可以进步的那个力量，自己哦，我带着我自己可以，我相信我可以进步的那个力量敲。那我就在音乐关掉，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有小朋友很开心，有进步了耶。他们觉得他们可能以为说我摸别人的头那一刹那是魔法，嗯嗯嗯，我说那这样好了，你再摸自己的头，说我进步了，然后我就再敲一次，大家真的比第三次比第一次好。其实我这些话术的动作小朋友只敲三次，可是我教给他们的是生命那个跨过障。然后甚至我的学生，我们敲完之后，我的学生还会跟旁边说，我觉得你刚刚敲得很不错。你知道吗，我当下我看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是我让这个孩子有能力去鼓励别人，那是很重要的。小时候我幼稚园啊小班去接他放学的时候啊，一进到他们教室啊，然后刚好也有爸爸去接他，他都会做什么动作你知道吗，他就拉着我去找那个好同学的很好同学，妈妈你可以跟他的爸爸结婚吗，那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快乐的家庭。我说好。重拾工作能力之后，王雅慧却因为工作过于忙碌而疏于照顾及了解女儿，这使得两人的相处不断出现冲突。不过就在她几经摸索后，逐渐找到母女间独特的沟通方式。有时候她一放了孩子，然后就让孩子在这里，然后她可能就去忙她自己的事，那有时候孩子会等很久，晚上或者是她下了班才来接孩子，好像这个孩子也蛮独立的，就可以好像跟其他的一些陌生人可以一起的互动，所以我们只是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他们的亲子关系是蛮疏离的。其实像之前他们以前在教会是不太打招呼的，然后呢他妈雅慧叫浩颖的时候，浩颖也是一个白眼给他，然后很凶的说干嘛啦这样。然后可是他们后来现在慢慢母女关系变好之后，其实像我们周围的朋友也会有，因为他以前就是浩颖跟雅慧的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他连我们啊好像都这样爱理不理的，然后跟他讲话他好像都蛮凶的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他们母女关系变好之后，然后连带我们好像也受惠了，因为我们连浩颖对我们的态度也比较和善，然后比较亲近一点。其实他会发现说，其实每个小孩的方式，就是小孩子的个性啊习惯不一样，那他就是要用他跟他独特的相处方式。譬如说他常常泼他冷水，那他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回应他，或者是说接纳他的冷笑话，然后两个就会很开心这样。雅慧老师真的很用心，他常常一个人关在房间为他的小孩子祷告，不停的祷告，祷告泪流满面的这样子一直在祷告，这一点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棒。身为幼教老师的这个王雅慧，其实呢跟他自己的女儿也有一段磨合的过程。我们现在就请女儿来到现场，我们请浩颖也来聊聊你眼中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妈妈。她小时候有没有问过你关于爸爸的事情？有哎，可是只有一次。小时候我幼稚园啊小班去接他接他放学的时候啊，一进到他们教室啊，然后刚好也有爸爸去接他，他都会做什么动作你知道吗，他就拉着我去找那个好同学的很好同学，妈妈你可以跟他的爸爸结婚吗，那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快乐的家庭。我说好，就很尴尬啊。那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他小时候以前发生的事情？他是到我长大之后才讲，好像国中还高中，国中的时候才讲。
可是你在大一点以后还会想说，哎，爸爸呢？或者说想知道爸爸的下落，或者是想说家里还要一个爸爸吗？没有，就是再也没有想过类似的问题。反正家里面就是我跟妈妈，就你就认定了。对啊，这样子也不错。嗯，对不对？嗯。金秀浩，你在小学的时候被老师列为是问题学生哦，为什么呢？小学刚念一年级，我不到一个月啊，我就被老师叫去，然后就指着我说：“我教书二十几年，不看过这款囡仔。”然后我就很害怕，然后我回来就是狂打他，然后我还写个信跟老师说：“对不起，请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后来老师就讲说，他就是自己做演唱会的票，然后发给小朋友说：“下课的时候到哪一棵树下等我。”我要唱歌给你们听，你们要拿票来。那因为演唱会太晚结束了，所以上课迟到没有回来，害得别人。有创意啊！对啊，可是，然后不然就是白板上都会写小朋友的名字，红苹果就是你很乖，绿苹果就是你不乖。我每次去都看到王浩颖都一大串的绿苹果，都满出来的绿苹果满出来，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我就觉得那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压力。然后我带他去上才艺班，想补英文，第一次试上完了，我们要报名的时候，旁边两个妈妈就说：“我们不要跟那个，就是这个人在跟他的朋友讲，我们不要跟那个调皮捣蛋同一班。”然后我想说，我就眼泪就快流下来，因为刚刚全班在跑的就他，滚来滚去的就他，我没有滚。然后我从来没有为了我单亲在哭哦，从来没有。可是我真的为了这个妈妈讲，我们不要跟那个调皮捣蛋的同一班，我真的。很难过，然后去接他的时候，老师都会跟我投诉他今天怎样，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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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在幼稚园教，其实真的不知道，就变成说我只是挨打的份，所以回来修理我的小孩。你被揍的感觉是什么？没有想，就是那种就觉得很痛啊，被打，就这样子，有没有多没有很多负面的想法或者什么？可是曾经因为功课不好，让这个母女的关系紧张吗？国小的，国小国中比较多，会，对，嗯，那多半都怎么处理呢？多半哦，就是会骂他，嗯，然后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他老是功课不会？我也花了这么多钱让你去补习了，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不懂，所以在话语上面就会用负面说，你再不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你以后？你可能考不到高中，你可能，然后你一辈子，那你就国中毕业好了，你就去上，去工作。他就说你也去麦当劳好了啊，去麦当劳啊，去打工啊，再变胖啊什么的，就是会把那种负面投射在他你以前的那种自卑跟没有成就感，就是说你如果不好，那会不会也是因为你自己在担心孩子如果没有竞争力或者怎么样，会重蹈你的痛苦？会，你就特别的想鞭策他。对啊。所以你的恐惧比他的恐惧还要大，真的，你的焦虑比他的焦虑还要多。嗯，你后来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有，后来他高中到大学这一段，然后我开始，我觉得神很妙的是，他都会让我们经历一个最低谷的那种挫折心理状况或者环境，然后再慢慢带你上来。所以，我看到我国中他升国中跟高中这一段，我用了这个属人的方式。这么不 OK 还是这样，那后来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我用那个如何为孩子祷告那一本，其实我教他教导他的时间，应该这样讲，我为他祷告的时间比教他的时间还要多很多很多，因为我后来我发现，其实开始这样祷告之后，不是他变了，我觉得是我变了，比如说以前我是用嫌弃的、严厉的眼光在看。这个孩子，比如老师都说他怎样，我就在看他的生气的那种态度。可是后来这样祷告完改变的是，我开始欣赏他。所以以前他到高中之前呢，人家跟我说，教会的姐妹说你女儿很棒哎，她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啊，真的吗？我是看不到的。可是在他高中这三年，我发现我开始用欣赏的态度看他。我每天哦，我都等着他要跟我讲什么话。他真的很搞笑的，他讲的话会让我觉得哇超好笑的，然后我就期待，我发现我期待他的时候，因为我的脸是不一样，你期待一个孩子跟你讲话，期待我觉得我给他的表情也会不一样，所以他开始就是会越多搞笑，就是越多那种
那种回应这样讲。你后来慢慢发现妈妈改变了。我以前国中都说我妈昨天骂我啊什么什么，然后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国同学出去，然后就说我妈最近好像吃错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我同学就开玩笑说啊，可能就很开心啊，就无聊，然后就没了，就没有再想这件事。嗯，但你有发现说他有人好像不太一样，跟小时候对我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后来你这样子为他祷告之后，他的高中考得怎么样？他的成绩进步非常多，非常让我们讶异，他自己都吓到了。他可能本来后面就是大学。对，考大学就是本来大学联考的结果是不是？对，本来成绩他在学校模拟考都是后面的嘛。对，然后那天我们两个母女还睡过头，放榜那一天睡到第二节课，他一进去班上，大家就狂叫他王浩英，就是跟他说你考得很好这样子。不过回过头来，雅慧，你会不会也想要跟你的爸爸妈妈说一些话？会啊，我会想要跟他们说，虽然我以前很不好。让你们觉得很难过，可是现在我因为耶稣，所以我整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我相信你们现在是很以我为荣，那我也要为过去那段时间，让你们很难过的地方，跟你们说对不起。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句话是真的。其实你如果你有种过葡萄树的话，你可能就知道葡萄树会乱长的，它不是只有往上长，它也会往下长，有时候就会落到土里面，还会生一些小小的根，好像在那里得到养分，可是事实上没有，它必须要回到那个树干里面去得到真实的养分。而当叶子落在那个泥土里面的时候，如果被水泼到了，然后它可能就会开始腐烂了，可能开始就会发霉了。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其实每一根枝子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园丁呢通常就会把那个枝子扶起来，把那个叶子拍拍掉，洗干净，然后再放回那个架上，让它好好的可以接受阳光跟这个养分的供给，然后这个枝子就会欣欣向荣起来了。我相信在雅慧的生命当中，耶稣就是那个园丁，让他的生命可以有极大的改变，而且欣欣向荣。或许有机会你也可以来认识这位园丁。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我看到了我们的王雅慧姊妹她的见证，让我想到好像在我们的朋友里面，或者是我们在外面所看到的人，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跟别人有些差异的时候，我们就不敢面对，不愿意面对。王雅慧经过这样的，就因为自己体型肥胖，所以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体重，为了坚持让自己不再胖下去，他犯了错误。我们看见了他所犯的错误，我们也看见了在错误中的挣扎，但是我们更看见了他去面对自己所做的错事，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就这样，他走进了监狱。别人给了他一本圣经，开始认识主耶稣。他得到了好处。他从圣经里面、神的话里面，他找到了自己。他不再在意自己的胖与瘦，他在意的是不要得罪神。可是当他有一机会，他在为别人在做服侍，别人进监狱的时候，他也愿意把圣经送给别人。我们知道在今天很多很多的人可以信这个信那个，他远远地躲着基督的信仰。为什么？朋友，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自己过去
曾经得罪你，因为不认识。但是我们看见了，主，我们回过头来，如同浪子回家一样的，主，我们享受到你给我们的爱。主，我们为电视机前面朋友祷告，也求主让我们这些享受到主的爱的人，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主的爱。谢谢主，恭敬地为他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上帝的爱无所不在，但看你要不要接受。愿上帝赐福你。